每年初冬，四川乡村很多地方都开始了新一年的红薯粉制作。这种自明朝晚期从美洲大陆传入中国的粮食作物，和我们中国人的饮食，特别是和我们四川川菜有着鱼离不开水的关系。肥肠粉、酸辣粉、水煮牛肉、原子汤、狮子头、油炸酥肉、豆瓣鱼等等菜品，要想味道正宗巴适，都离不开它。红薯粉的制作包括挖取、运输、筛选、清洗、粉碎、过滤、沉淀、换水、出干、晾晒等十个步骤，看起来很容易，但是要想做到纯净、细腻、粘性强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每一步都需要用心，其中最关键的是过滤、换水和晾晒。没有十足的耐心，是做不出好红薯粉的。这个是蒸了三天的，嘎，换了好多道水了嘞。五道水来，早晨跟晚上都换水。好白哦！工业化的今天，我们四川农村保留了很多需要大量人力来完成的传统食材制作。机器效率高是事实，但机器无情，人有情。这也是为什么小榨菜油比大厂菜油更香，手工红薯粉比机器红薯粉更软糯有劲道的原因吧。社会在轰轰烈烈中不断的进步，但很多传统美食却在无声无息的消失。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记录，这样可以尽量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美食来过。有很多朋友问我传统在哪里，其实我的理解，传统就在这些手工里面，传统就在这些食材里面，传统就在我们的记忆里面。只要有这些记忆在，有这些食材在，我们的味道，我们的传统就不会丢失。